哦，小不点儿，我们要陪你妈妈去医院检查一下那个伤口，跟我们一起去哈。待会儿爸爸骑摩托车，带你们两个。戴口罩不？他戴上口罩不？不戴。走喽，起来。嗯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脸转过来。行，你妈妈抱着开始出发了。打个招呼，走嘛，坐摩托车哟，高不高兴呢？哎，高兴。马上开始出发喽，今天小宝贝又要到医院去喽，奶奶好会逗小孩儿。咦，这爸爸是会对小孩，看到没有？爸爸，嗨，打个招呼嘛！忠诚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还打了个蚊去一下医院陪媳妇去看一下她那个伤口，她的伤口好像有些化脓，觉得今天到医院里面去复查一下，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待会儿我就骑着摩托车，带着他们母与俩，耶，是不是母子俩？到医院去逛一逛，看去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啊！马上开始出发了，出门儿，那个镜头蛮好看的哦。好，走走走，装备还是比较齐全喽。你给我戴帽子没有？有帽子啊，那个烂帽子就是你的。哈哈。马上到了，出去了。我要戴好帽子。戴什么好帽子？好帽子是我戴的。你要戴那个帽子吧，给你戴过。看一下我的宝马啊，猫儿在左半边儿哟。猫九八零哪里不？欢迎哦，狗。猫这里。哎，朋友们，终于到了停车的地方啊！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医院的停车的地方，现在马上去检查了。好，开始。医院必须全部戴口罩啊，不戴口罩是不让进的。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在哪里。咦，好像有点陌生嘞，又想吃了吗？好红啊，那些。红点点，别吃了。我刚才饿到了，可能。好的，我来拿衣服看。在干嘛？嘿。到了，没有到，还早得很。哎，咦，你看你在镜头里面呢，看见了？他刚才刚不在了，好恐怖。他这样不是没有没有没有。到了四楼，五楼到了。来来，这放假吗？护士证都没得。这星期九，你搬至九楼，搬到九楼去了，看那儿搬到九楼去了，哪儿呀？九楼啊，是不是我走？他不是到九楼了吗？是不是二楼？对吗？楼上。宝贝，你干嘛呢？你不干了吗？我们要等你妈妈了吗？妈妈在检查呀。嗨嗨嗨嗨。基本上还是很好带的啊，这个小不点儿。现在是一个月了，一个月。长了2斤多，现在有7斤多，7斤半左右。咦，怎么在抠嘴巴嘞？怎么可以？你是在感觉你妈妈怎么还不出来？
赶紧出来喽！待会儿那个伤口，刚才医生说好像是正常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来看一下。别打哈欠。嗨嗨嗨嗨嗨！你是不是想拉屎？是不是想上尿？小宝贝，哎呦呦，呵呵呵呵。好了，待会儿他妈妈出来看看检查是怎么回事啊。我们今天就任务完成了，待会儿检查完过后我们就回去了，回去看做点什么好吃的。我现在还没出来，待会儿出来再说。还没出来。朋友们刚刚从医院回来，然后基本上没什么大碍，然后为了给孩子的妈妈补充点营养，待会儿又到菜市场，然后买点猪蹄，看有没有鱼这些。我们现在去逛一下菜市场，逛完过后就回去了。好，感谢家人们的关注。好，走，从这条马路过去，走。肉还是挺多的，这个猪蹄看着还不错。那个啷个买呀？鸭子是吧？七只。那种嘛，那种嘛。那是吧？那是哈。对。那个还有根没得吧？两根吧。想要多少根？三根嘛。3根。啊，都剩两根吧，都剩两根，不要了。那个蹄膀吧。都是新鲜的噻，不要蹄膀。哎，那你啥不？要。啊，不用烧，我们等会儿逛回去拿去了。十斤。好钱呢？60块钱吗？啊？60块钱。几斤呢？10斤半呢。哦，这是10斤半。嗯。那个是30啊。31啊。一哈好多钱？140。好了，我们肉买完了，我们去看一下鱼啊、哦，看一下鱼，1斤7两，三个鲫鱼1斤7两，还是可以。这是大草鱼，鲫鱼。